插播一下哈，我们现在这边有一个破音，我们有一个遗失物哦，遗失物，有一个黑色卡夹装的一个 Q币国泰世华的白色卡片，国泰世华的白色卡片，那有，假如说是您的，是您的吗？好，对，刚到，太棒了，没有了，我参加到游行最后面，可是他们进来的时候我就刚好。好，那我们节目一定要持续进行，接下来这个节目是美国尚德金武学院带来的武术表演，欢迎他们。首先带来的是太极扇，此项目结合城市六合竞技太极扇术合一，以太极拳法柔打松发，配合扇术灵活使用。常握把的战刀，古时候常用于骑兵战，斩敌于马上。常见的有箍刀、偃月刀、刺刀等，都属于这类长兵器。Thank you.
九节鞭，鞭是富有民族的武器。当年满清入关，八旗铁骑以九节鞭横扫中原。在清代初年，九节鞭是满人与北方人喜爱的武器，同时也是战场上的暗器之一。其口诀为：纵打一线，横扫一片，变幻莫测，骑法无边。南派棍术重视下盘腰马以及瞬间力量上升发放的展现。古时候的南方由于多为水陆，故动作较重视上肢手法的变化以及步伐的稳定性。节棍传于宋太祖赵匡胤所发明的大小盘龙棍，又称双龙棍。起初的两节为一长一短，在战场上用来破坏盔甲以及敲打马腿，后由日本忍者改良成两节一样长的短棍，故称两节棍、忍者棍等。经由世界武打明星李小龙的推广，双节棍已是家喻户晓的武器。好的，非常帅气的武术表演。
那么呢，他们现在呢，希望呢，征求几位观众可以上台，他们会教你们简单的武术动作哟。有没有人要想要上台的举手？